齐王去隆冬梦，那我替王美名万人赞。然后四海家人游，纵横天地斩恶仇，志明连环九霄城，我只出浪子替为头。撒烈酒再回首，我以熊猫狗携手，挥剑轻点齐游走，呼唤再动春英柳。竟独我斩如魔，王者禁止沙场磨，天公不败世人可，我替王宝座谁人夺？干扰没用吧，干扰没用吧，算你狠。新来朋友把关注点点啊，脑瓜疼，感谢小鲜肉啊，感谢感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口粮。嗯，老弟，表弟干他一点吹牛逼，男人坐在这里，他敢动我吗？他动是动，那是摸，他不敢动我，给我使劲就一点都不敢，就这个对赌他都不敢打，你信吗？在哪里呀？春节在哪里？春节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你碰我！他刚才那是跟我俩开玩笑，就你说这个动作他都不敢动了，你信不信？啊，你们信不信？他就根本就不敢了。我跟你讲，男人什么叫男人？男人坐在这里，行得端，断得正。我说不敢，他就不敢，你敢吗？不敢。那不完了吗？你看没看见男人？装成一撮好逼，那逼必须装，装的明明白白的。我跟你爷爷带孙女上厕所去，别走，上厕所，上厕所去。我以为你伤心了呢。我上你爹懒着，我以为他们说爷爷带孙女直播你伤心了。我上你爹懒，我你妈啊，真的真的，就说我们是，说我们是妇女党的也有，说表兄弟党的也有，现在都有说是爷爷跟孙女。还有什么？还有谁？这够了。嫂子对房管什么要求？听话。我把伴奏打，一，表弟可以嚣张了。哎，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了佳人成双对，两天只独相随，我只求他日我能双归。娇女我亲抚琴，处理我赤酒红颜，行大穷有我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去动情生妙，情狂高傲，懵懂无知，只怪我太年少。起江山望天下，斩断情锁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我两别征战已白发。一生征战何人陪，谁是谁非谁相随，说马一生为了谁，我能爱几回恨几回。拜帝王斗苍天，说什么的都有，没有一个扣六的，这个就不说了，你们还聊上了。白衣哥说，表弟说个事儿呗，你说啥事儿我听着，你们居然还聊上了，这就够了，你们都不认识居然还聊上。回头给个房管呗，哼，不给，倔强，你说给就给。你有房管啊？你自个儿有
我自己都没有翻过。打个字让他们看。你等着，我拿我号打个字啊。你看有吗？白云一都没有房管，我自己天天还得陪着直播，我都没混到房管，你还想要房管？讲么美？白哥咋不说话了？啥事儿啊？香啊！你要不要脸呀、啊？嗯，我哥在我对面吃饭，吃的可香了。啊！瞬间感觉我都无爱了。那怎么办啊？我真想咱们开个批斗大会，批斗他。你回来了。谁敢动我？是独相随我的子乔他日本能双跪哎佛嫂给我个房管以后佛哥欺负我绝对帮你别说你帮我咱俩绑一块都打不过的陈老不用你帮咱俩一块都打不过的知道咋回事就完了哎动我别开玩笑了老铁啊先来看颜值啊，幻速 S6 的颜值还是比较高的，它采用的是 X 型的交叉设计和这个大嘴，那么这两项都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外观设计的这种风尚。那么这台车呢，它看上去比较好看，但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是不是比较像那个上一代的雷克萨斯 RX 呢？那么虽然似曾相识，但是整体看上去并不恶俗，没有特别明显的抄袭痕迹，我觉得这样的外观设计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惊喜的，它采用的是液压推杆的，打开吸气盖子非常的方便。一般自主品牌车很少能够采用液压推杆的，说明它在这方面的成本是不惜血本的。那么看一下它的发动机吧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参数是110千瓦和215牛米，这个参数推动这台车的车身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变速箱方面呢，一共有三款，一款 CVT， 一款手动的5速变速箱和一款手动的6速变速箱，这个三个配置其实对于这台来说还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它整个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只不过它的竞争对手也都不是菜鸟，宝骏560、哈弗 H6 这两款车也都不是好惹的。那么咱们再来看价格啊，最低配79800，最高配116800，这个价格啊，相对于哈弗 H6 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而且呢，它的配置比较丰富，全系标配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天窗、GPS 导航系统，还有这个巡车功能等等等等，对它的配置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同时，这个内饰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内饰说实在的，它真不太像一台自主品牌车做出来的内饰，整个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设计有点像英菲尼迪的这种设计，但是它这两块这个仿木质的材料做得非常的漂亮，跟这个深灰色的内饰结合得非常好。它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倒挡，它这个倒挡在这里有一个挡把，哎，这里
是倒档，这个设计也比较有趣。我觉得呀，如果要是大家想买一款自主品牌的入门级的 SUV 的话，我觉得这个北汽幻速 S6 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它跟哈弗 H6 相比，最大的弱势是它现在只提供前驱版的车型。我总结这个国产 SUV 的成功秘诀有两个，一个是高颜值，另外一个就是大空间。那么哈佛的 H6 就是靠这两点吃遍天下的。那么北汽幻速 S6 呢，这款车其实就是针对哈佛 H6 来的，它的轴距更长，颜值更高，空间也更大，而且呢都是六字辈的，他们俩一定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一场不小的厮杀。